哈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开场呗，行不？那你说吧。走完了之后，我说你说吧。鲤鱼身体不太好，那个以后不用不用。这个游戏是一个手机两个人一起玩。哈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鲤鱼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玩。这个单词读一遍。这个 T O U R。那啥，不是，我让你读标题啊，反正来玩这个史诗，史诗鞭打应该叫这个名字啊。那么我们现在，开始两人的游戏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这个游戏非常的智障啊，非常的智障。等会儿啊，我们两个现在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啪，我还得蓄力。哎呦我操，啪，哎，啊对了，过来 ，come on， 啪，你完了，来三局两胜，再来，这他妈还得蓄力。啪，听你刚才唰，你等一下，我看这上面还有别的模式，无尽模式，还有这啥？什么单人打吧，无尽模式啊，这是单人的，可以换皮肤，可以换皮肤，我试一下的，啊，这单人打啥意思啊？这是教程，我看那教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？再打，还让我再打，哎，那你也合适，再哎，我怎么打我自己了呢？为啥呀？打，好 ，OK， 然后让我干嘛？啊，跟对打是不？他怎么撇的呀？俩一起死了，他怎么撇的呀？你先躲开一下，不要让他打。我不用躲，我那啊，抡起来也算呢。啊，这题目高难度啊，咱们在这里学点一些新鲜技术。我赢了，还俩人来吧，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右边的是我，我可以抡起来。哎，抡，哎，等会儿，抡你个大锤子！来，我没死，就是一个大萝卜。你死了，我就死了，沙滩都变黄了啊 ！Come on。打着他了，咋不死呢？哎，能打他吗？打着了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谢谢你。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我把锤子撂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把锤子也撂下，咱们一起说事儿。去一边，我跟你说事儿。我，咱俩跟你唠唠嗑，和平，撂下，和平说事儿。咱俩上最左边俩。好。我这老疼了。啊，来，去最左边俩。哎，对，都最哎，那人会推你的，打那人，你躲开，咱俩能交错位置吗？我打下那人，你要过去打那人，哎，你往后他也推你，你就别推我，哎，不是，这是个男的吗？男的穿胸罩，啊，是吧？哎呦，那我也合适，哎、那我也我抽他两个眼，死了，哦，你好像输了。你一个灯没有了，对，我一个灯没有了，全都给我灭灯了，24个屏我一律灭灯，我一定要打下那大叔。你等会儿，你过去，你别打我，哎呀妈，这个脑瓜给我干的，你又赢了，失血、你往那边，你别过来，等会儿，你别动，你站在那儿不让他推的位置最近就行，然后我贴着你，啪，好像打不死他，那打你吧，哎，你变了，他们说我变了，说我不一样，芋头变了，他们说我见过你了解的情况。哎呀呀嘿，一起死了平均是吗？嗯，哎呀啊，小鸡子，你看我再打你一下，再打你一下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那么下视频再见，拜拜，欢迎收看今天，总之今天这是一个非常智障的游戏、啊，好了，再见，拜拜 ，Tomorrow everything，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， hold on excuse me。